我是默默，一名在湖南的也门留学生，深厚的故乡文化底蕴，独特的风土人情，猪肉石头，诱人的湘菜美食，都是我爱上这里的理由。跟着打卡多彩湖南，感受相当精彩。在中国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的眼里，飞天山五层徒步里，武夷山不起，山水林东浑然一体的绝美丹霞让他流连忘返。今天我也来到了湖南常州飞天山，感受它的绝美风光，山水奇秀。飞天山的美，美在红岩碧水分碧绿，美在沟壑纵横临接天。飞天山的美远不止你眼前所见那般色彩斑斓、雄奇险秀。置身其中，甘宛如来到人间仙境。徒步山景，俯仰之间豁然开朗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惊险年迁。一座座丹霞巨岩，似人似兽似禽似物，栩栩如生。泛舟山水之间，翠翠江湾眼前行，时间仿佛放慢了速度。哇，这个水好凉快啊，好舒服。末雅时刻，千年玄关，石佛庙宇诉说之宽实之秘，仿佛走过千年。遥想当年，历代文人墨客在此游历，当时心惊钉入刺客一样，让人陶醉于山水之间，乐不思归。